从滨海立交过来的啊，我们接到指令的话，我们马上就赶过去接过来了。他现在接到指令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情况？他那个车，家长的车可能是出了点问题，然后那边也是有点交通拥堵。家长，这一路过来是怎么过来的？这路是怎么保证顺畅吗？一路绿灯。大概花了多长时间？大概6分钟左右送达吧。